他跟你告白了。王鑫，我跟彦明就是工作上的伙伴而已啦。其实上气之痛啊，有朝一日是要走出来的，还要勇敢的说出来。结婚呢，就是要靠一股冲动。如何在婚姻里面可以勇敢做自己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从交往到在一起，是不是要有什么样的条件